together, babe, you and m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达，我是海蝶森林的歌唱老师。当时是怎么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，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，这些信又飘到了哪里？就连自